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东半山跑马地的 Michelle。 今天我会带大家看一个位于渣甸山上面白建时道33号的一个大型屋苑嘉云台。嘉云台呢，在我们一区内都算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大型屋苑，它的会所设施呢非常之齐备，而且在这两年已经完成了大厦维修，屋苑里面呢也都有不少绿化的空间，每个单位还有一个露台。咁嘉云台优点多多，咁我而家就即刻带大家去睇下佢个单位啊！嘉云台由八座组成，提供440个单位，面积由1300尺至到1811尺，并且设有大型嘅豪华会所，提供泳池啦、健身室、壁球场同埋网球场等等。嘉云台的大部分单位的景观都非常之开扬，而且它的采光度都非常之高，而一二座的景观就较为优越，可以远望这个大球场景和一个很漂亮的维港转景。嘉云台每个单位都带有露台，而一二座的景色可以望到维港。今天介绍的这个单位是四房一套的间隔，下次有明窗令到空气流通。第二间房的景色都同样望到维港的转景，而空间都非常之实用，整个大球场都进入眼帘。第三间房的景色同样都非常之吸引，来到主人套房，首先左手边就做了一个衣帽间，整个主人房的光线都非常之充足，而且都非常之阔落。而主人浴室做了玻璃门的设计，较为新颖。主人房的右手边做了入场柜，仍然有足够的空间摆放双人床，而窗外的景观同样广阔迷人。来到厨房可以见到空间十足，可以摆放大量的厨具和用品。在厨房入去还有一个很大的储物室，而左手边就是工人套房。嘉云台还有其他的放盘，如果有兴趣可以打给我。